平静无风的一天，我在未名湖打开了 B 站。天哪，这也太好听了吧，想学。想学阿卡贝拉吗？我们教你。Hello， 这里是女高声部。如果你也是一名女高，那么恭喜你，在这里你只需要保持微笑就好了，因为你是主唱。好，那么接下来就跟我一起唱这一段大家耳熟能详的旋律吧。一、二，我们来自江南塞北，清晰着城镇乡野，我们走向海角天涯，指点着三山五岳。大家好，我是男高音，在这段副歌里的功能是主伴唱，我跟主唱唱的是一样的词，但是旋律是不一样的，我们之间会形成一个和声。我们来自江南塞北，清晰着城镇乡野，我们走向海角天涯，指点着三山五岳。嗨，大家好，这里是女中声部，我的部分是伴唱组，它由两个主要的唱名构成，分别是都和啊。都就是给出节奏的切分，而啊就是给出一个抒情的和声。那么下面跟我一起吧。呜嘟嘟嘟嘟啊，呜嘟嘟嘟嘟啊，哒哒哒，呜嘟嘟嘟嘟啊，呜嘟嘟嘟嘟啊。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男中声部，然后我的声部也叫 baritone。那么在这首歌当中呢，我的声部是和女中声部进行一个在伴唱组当中的配合。那么刚刚女中已经给大家介绍过我们伴唱组的唱名有哪些了，那么大家就来听一下吧。呜嘟嘟嘟嘟啊，呜嘟嘟嘟嘟啊，哒哒哒哒，呜嘟嘟嘟嘟啊，呜嘟嘟嘟嘟啊。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男低音。如果你因为声音低沉而在 KTV 经常唱不上去，经常唱破音，那么这个声部十分适合你。男低音又叫贝斯声部，贝斯顾名思义就是模仿乐器贝斯弹出来的声音。因为贝斯是弹不出歌词的，所以贝斯一个很大特点就是基本上没有歌词，所有的词基本上由噔噔噔组成。但是噔噔噔也很好听，下面我们就来一起听一下噔噔噔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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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学会了吗？